3, 2, 1.我们郑重承诺，践行一己多益，业绩突破百亿，真服务市场，创新营销体系，承担至上责任，共创天师奇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坚持第三次创业，一己多益，脱颖而出的年轻有为的，更是引领未来的优秀的团队。我相信未来做得更好。2022年，天师必定大发展的一年，天师的业绩突破百亿，没有问题。